接下来这首作品，哎，也来自姜育恒的，叫做《女人的选择》，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熟悉吧？熟啊，怪不得之前导演劝羽泉改一首歌，没想到我们撞车了，都选了姜育恒的歌。嗯，没关系，音乐人就是这么固执，各抒己见嘛。而且这首令人心碎的情歌，真的最适合他来演唱了，他是情歌王子嘛。掌声有请。哎，像裁缝哎！你太损了，陈老师。今天也不睁眼睛了，唱歌。我想
让你下跪，全世界谁会在乎我心碎，这女人陪我度过多少夜，也许我曾经背弃你多亏，你怎么赐我唯一死罪，全世界谁会在乎我心碎，难道绝对，难道要我向你下跪，女人的选择无情又无悔，我应该拿什么睁眼喽，睁开眼，醒来。他是从头到尾的闭着，好像是。我总结了沙宝几次演完之后的动作，好帅。来了来了，今天非常好。我刚才我说，你说我叫裁缝，你怎么听见了？然后我就白拆开，笑死了。哎，好了好了。